阵。好的参观品质需要大家做伙来维护，安尼才会当耍了欢喜，耍了充实哦。做人甲尊重。今仔日的大摒扫，除了摒扫环境，我会把家己无爱滴的寒天旧衫拢总清出来，若无衫橱啊，拢滴要堆袂落啊。好，无问题。足清气的，像新厝同款。辛苦几工，汗总算无白流啊。清气是清气，也毋过。一堆是要安怎？哇，这拢是清出来无要滴的哦，哪会这么多啊？免烦恼啦，我知影有人在收物资，要送去非洲，咱会用甲这摕去捐啊。对诶，会用诶穿旧衫，搁会用诶做好代志，真正是一箭二鹤。足好诶，就安尼决定啊。美丽，今仔日你找我吃冰，有啥物代志？我有代志想要请你斗三工。我常常去做义工的爱心基金会，在咧收集物资，要送去非洲。也毋过物件实在伤多啊，需要人斗三工整理。无问题，遮尼有意义的代志，我一定会去斗三工。足好诶！哇，这么多物资，大家足有爱心的。有爱心是一回事，也毋过在做爱心的时阵，是毋是怎样尊重，又阁是另外一回事啊。哦，尊重是啥物意思啊？等一下开始整理，你就会了解啊。哇，这么厚的衫，还阁有这么高的高搭鞋。平常时要安怎穿啊？足无好用的，也阁有咧，这内衫遮破，阁有袜仔的色水嘛无同款，要互谁穿啊？亲妈，你了解我的意思啊吼？啊，遮的物件，哪会敢若看过？你看，非洲遮尼热，根本就无需要雪靴。大衣、碰西围裙仔，大家有爱心，煞无够用心。用心，真侪人拢甲送物资当作旧衫大摒扫，甲无爱滴的物件当作粪扫送出去，煞无想过受捐者真正需要啥物。假使你是受捐者，收到安尼的物资，敢讲袂困了？敢那已经困了呢？也毋过，伊收着遮个物件，确实无需要，直接单调就好啊。每一个生命拢是平等的，这种单本色的心态，伊一定感受会到。虽然毋是故意的，也毋过煞在无意中伤害受助者的自尊。对。我嘛无希望人安尼对待我。捐物资是做公益，用意是互相斗相共，毋是甲无爱滴的物件当作粪扫，凊彩弹过去。我知影，家己认为的付出，煞袂记你尊重，真正足害的呢。讲到尊重，顶届我伫国立医院陪小朋友写功课，阁拄着搁较含的泪咧。安尼讲，你听有无？你看，一寡小朋友拢是无爸爸妈妈的，是毋是足可怜的？咱逐个月捐出来的钱，就是摕来帮助因，互因有饭通食，会用去上课。看即寡无爸爸妈妈的囡仔，拢知影要用功读册，敢若有你哦，一天嫌爸爸妈妈烦，
多一天哦，来甲你送来吃，体验无爸爸妈妈的感觉。美丽姐姐，迄个阿姨是啥人啊？为什么要一直讲阮无爸爸妈妈，讲阮足可怜呢？有一挂大人唔知影家己在讲啥物，莫插音就好啊。真正有够憨的，哪会用的安尼讲话，足无礼貌的，一点仔拢无顾虑小朋友的自尊心。迄个阿姨因为平常时有捐钱予孤儿院，所以就带查某囝来机会教育。其实来孤儿院看小朋友，一定爱经过同意，带着发自内心的关爱。不是像那来西动物园同款，对，帮帮助的人也需要有隐私和基本的尊重。在付出爱心的时阵，卡斯会当加一挂用心和尊重，受助者一定也感受会到。自带高龄一定的爱心，不如卖有。原来，伫个做好代志的时阵，爱注意卖予受助者感觉自卑感歹看。也是需要学习的一项功课哦。我妈妈常常提醒我，来感谢受助者，让我们有助人的机会，成为手拔向下脚的人。手拔向下脚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能力替别人付出和奉献。说了真好，美丽，我们真的要感谢受助者。咱一直讲话，拢袂记哩，还阁有遮尔侪无出爱精灵呢。袂要紧，今仔日我陪你做伙加班。帮助人是一件好代志，也毋过千万袂用个有自大、高高在上的态度，爱知影尊重，莫一厢情愿付出爱心，嘛爱考虑对方的隐私佮尊严。唔是出钱出力，就是上大高龄一定，爱有一粒谦虚的心，加一挂用心佮同理心，才是真正的爱心。待用早餐。好，马上来。头家，牛仔。牛仔，来，我今日替你加一粒卵，食较饱呀。多谢头家。小天，你敢有注意到拄只迄个来红鞋的阿姨？安怎？伊已经连续几落天来买早顿啊，而且拢无付钱哦。假是嘞哦，足奇怪，是毋是头家的朋友，或者是亲人啊？听因在讲话，无啥信啊。来 ，A 餐甲 B 餐来啊、哦！耶、yeah! ！姚查先生，安尼拢总是50块，多谢。收你500，请等一下，我找钱给你。唔免啊，剩的钱就当作代用早餐的费用。呵呵呵，多谢你的爱心。啊？代用早餐？那是啥物啊？这个代用早餐哦，就是有一挂好心的人。就参像拄只迄位先生，先甲早顿的钱6000啊，然后予有需要的人来店内免费享用。原来是安尼哦，所以拄只迄位阿姨就是来食代用早餐的哦，就有意义的活动呢。对啊，拢爱多谢大家的爱心，有钱出钱。有免费的早顿会使食，就会无的。
高炸，两位小帅哥，赶快是 A 餐甲 B 餐是。不是，头家，今仔日我是要点代用早餐。小天，你敢无炸钱？我已经在借你啊。不要紧啦，只要有需要，任何人都会当点代用早餐。恁两个稍等一下，物件马上就来。成功啊！免费的早餐吃起来特别好吃呢，感觉是的。有免费的东西，为什么不用啊？明仔你也做伙来吃代用早餐。我才不爱呢，你不知道代用早餐是要给需要的人吃，你明明自己就有钱啊。你唔捌啦，我要把早顿的钱拢总捡起来去买汽车模型，所以啊，需要去吃免费的代用早餐。你，头家，代用早餐一份。好，马上来。哎，头家高炸，高炸，来，我今仔日替你加一粒卵。头家，我已经找到头路啊。真实的哦，足好诶。对，今仔日开始，我会用家己买早顿，唔免阁摕代用早餐啊。真正非常感谢头家这段日子的照顾。别跟我说多谢啦，要多谢就多谢那些好心的人，别跟我说多谢啦。这些钱我是要买代用早餐，送给其他有需要的人。多谢多谢，很好的。再见再见，祝你工作一切顺利。那个阿姨有头路以后，就无要继续吃代用早餐啊！佮摕钱出来想要帮助其他的人，哼！要唔过我敢若想要上班去，吃免费的早顿，实在足无应该的。头家，是嘞，我唔对啊！我无应该利用大家的爱心，敢若想要上班去吃免费的早顿，煞袂记得真正需要的人。这些钱是我这几天吃免费的代用早餐捡起来的，根本就不属于我的，我要弄总还给头家。不要紧不要紧，我相信这几天你一定有你的困难，只要感觉自己有需要，任何人都可以享受代用早餐呢。我这些钱就当作你倒三工付代用早餐的费用好了，做伙家己帮助需要的人，敢袂用诶？小天，你做一件好代志呢。嗯。好啊，紧食完去学校啦，若无要迟到啊哦。好。爱路真正需要的人，袂用个为着要上班去，煞辜负付出遮个爱心佮善意，唔通为着省一顿饭的钱得欢喜，安尼唔呐浪费别人的爱心，嘛抢走需要遮个机会。